做麻花画画。蜜孔的渗入啊，咱们这个就是要给我们后面接收进来的凤头蜂鹰吃的伙食，太恐怖了啊！没办法，我们蜂鹰就喜欢吃这种东西，这个蛹的营养价值啊比较高，而且吃起来又甜，所以蜂鹰喜欢吃。但如果像这种已经孵化出来的这种东西，它就这种成虫它就不喜欢吃。刚刚我们的蜂鹰看到蛹啊都已经快要疯了，兴奋得不得了，看它的眼神，你看它现在看到桌上的蜂蛹了，已经不淡定了，已经不淡定了。嗯，看到这个东西不淡定。这个蛹啊一旦给它冷冻过了，它还知道说新鲜不新鲜。吃得欢，一嘴一个，一嘴一个，好香哦！看他吃，都想吃了我们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吃这里，先吃这里啊。中间的你不吃，哎，你这老是破坏，破坏。能不能斯文一点？对嘛，你这样吃不是很好吗？远一点没关系，先拿肉来引诱它一下，然后肉再拿开，要走了。哎，对，太近了，你又要骗他了，你又要骗他了，那所以你又来骗我了。来了，我们的坚强来了，冲啊冲啊冲啊！你看，就只是为了一口肉，他要走那么远。你好歹也掉一块肉给他吃嘛。上面吃的不亦乐乎。哦，你要去哪里？坚强，看你。你那块肉要去哪里？吞下去不就好了吗？坚强，你吃完了就要来要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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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样快去吃！你要去哪里？坚强，快吃嘛！你吞下去就得了呗。吃完了，我烤我烤我烤。吞下去就得了，坚强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笑死我。
跳那么高做什么呢？哇，你小朋友，你别跳那么高嘛。坚强，小坚强，小坚强，小坚强，坚强。